我这个周末去欧洲看了金字塔，还见到了詹姆斯。我去了夏威夷，那边的雪下的比我人都高。你去哪玩了？我在家里。不就出去玩吗？宝宝，走。你谁家的熊孩子呀？爬到树上打断我的灵感，我咋才能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啊？不好意思，没控制好。你们知道这对物理学界有多重要吗？我要和你们决斗！哎呀，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。宝宝，你看这个叔叔遇到难题了，我们帮帮他吧。叔叔好像还觉得难哎。放心。你们，我诗还没写完，你们就把蜀道修好了，以后的孩子背什么啊？爸爸，说好了出去玩，怎么就变成被人追杀了？出去玩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在哪里都要乐于助人。